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山东。今天是2012年的11月9号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已经是因为山东刚开完了北中南三场的演唱会，然后其实我还蛮感动，因为身为新人，然后第一次开演唱会，其实我刚开始真的很怕没有人，然后就没想到就是几乎都有爆满，然后大家一起就为我尖叫啊，然后就喊我的名字的那一刻就觉得很感动，就让我更喜欢就站在舞台上面的感觉。这应该是我最近发生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情。